这间是要吃啥？哦，这间吼、哦，伊的米粉面，啊，甲一寡伊的手卤菜袂歹。米粉面甲手卤菜，嘿，对对。啊，是该无招牌。啊，伊这拢无敢办的，拢家己阿送啊，咧家己。哦，家己用的哦。好，来来，我就要吃看嘛。来到湖南市咯。嘛是安尼，嘛是有炒米粉甲炒面，后壁都拢放伫边啊。啊，有的人要吃炒面，有的要吃米粉。啊，有诶，两种拢咩啊？所以就叫做米粉面。米粉面。哎，你讲伊只烟钱是安怎？用砂？用砂。对。是安怎用砂？知影，即搭你爱问旁边人才知影。啊，无一般拢是烘诶，啊，煎诶，安尼。这啥虾仁？冬菜虾仁。冬菜虾仁。冬菜虾仁烘哦。嘿，客人诶，白菜啦，有无？白菜哦。白菜椒。我再来一道个，再做一张，包括做鱼浆安尼啦。哦，你那烟钱差不多啊？该用晒无？无用烘的。烘的较甜啦。烘的较甜。你啊，你那边？你用蒸的甜。啊，你那边个一路啊，沙沙落去蒸，特别甜。你那边蒸？哦，沙沙的，搁会当落去蒸哦。哦，你搁落去啊，炒腊肉好还是肉吼？啊，糖酸啊都。你那个炒菜哦，啊，你讲落去蒸啊，蒸啊。啊！恁那火烧虾，嘛恁那虾仁是火烧虾了。用什么虾啊？椰皮鱼啊，啊，当时也是火烧啊。哦。火烧已经，我时阵。哦。啊，这也无一个店名人来，是要安怎来啊？哦，我从早我就无用店名。从早都无用。三十几年来，三十几年来，无用店名。哦。啊，咪讲爱讲迄个。是赖赖赖赖先生赖太太这间，拢讲和平路卤肉饭啦，哦，系啦，哦，安尼讲啊，和平路卤肉饭，哦，了解了解。